嗨，大家好，我是 Kenneth Chu，来自 ABCD Technology。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如何在你的这个会议视频里面使用这个录制的功能。首先，我们要登录 DingTalk，我是钉钉，然后点击会议这个按钮，然后按发起会议，接下来按开始会议。OK，那在这个会议里面呢，钉钉会议里面，你只需要点击这个会议录制就可以了，那系统就会让主持人开始录制。那如果你是完了过后呢，可以直接按结束录制非常的方便。在这边结束录制过后，这边有一个地方是让你可以打开这个文件夹。诶，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已经录制好的这个视频。如果下次你要换别的这个文件的这个路径的话呢，我们就来设置这边，选择更多，然后再选设置，然后按会议录制，这里看到吗？录制文件的路径，我们这边可以调的。选好了过后，按这个 Select Folder 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